喂，妈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我刚刚遛狗呢。好了，挂了。咱家有狗吗？你这么说，咱妈能信吗？信了。你们娘俩今天是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来，你给我过来。我过来怎么了？你给我听好了。别动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咱们做微商这么几年了，挣多少钱呀？到今天大概亏了7万多吧，过了年肯定能亏8万。这个财神来咱家5年了，给我们挣着钱了吗？大伙儿你们看看啊，这个财神是不是长得破财样？哎呀，你这样对财神很不恭敬啊。再说了，我当时请他不就是因为他的长相吗？当时寻思着破财能免灾呀。反正我不管，我今天必须得花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财神爷呀，保佑我啊，一定发财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保佑。哎，我刚说话九蛋来了。我这儿也有人问。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是准备接班的财神，第一天上班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鼓掌的发财。不多说了，我要上班了。祝好的新过来，哎呀，这是打盹儿呢。呀，干饭菜，滚！这你不搁天上待，你到这干啥来了？你以为我愿意下来呀？人家要换你，5年了，你让人赔了8万块钱。你这个财神你怎么当的？你这两天不感冒了？你是一个衰神，你非要当财神，你这不坑人吗？不是不是，给我找点面子，合作一下，让他俩挣点钱。过年了，你干啥呢？当财神，咱们能慈悲一点？求我！你看我这么大财神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那我就让你看一看，什么叫真正的财神。哎，这没钱就没法过年，怎么办？这个事儿啊，你老公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什么准备？你打开手机，下载火山小视频，邀请好友。一起打开主界，进入火山上舰功能，接上成功，最高可获得2019元的红包。哇，还有红包！邀请的好友越多，得的红包就越多。记住，最高可获得2019元哟！太好了，终于有钱过年了！新用户100%领红包，还有春节期间参加火山市集看视频就能领红包，红包一直可以从春节领到元宵哦。哎，等什么？赶快下载！下载！这个好，吓我一跳呢！我也下一个，我也下一个，这玩意儿能挣钱补贴补贴。使劲！不对，我手足杵烂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，你拿座机这能下了吗？啊！你可别坑他俩了，你再不上去，他俩上吊了！我告诉你，是不是来单了？嗯，哎，退单。那你请这个新财神他也不好使啊。那也比你那个周年油腻强。夸我了，夸我是中年油腻。那是好话呀，啊，没听过这句话吗？富的流油。哎呦好，你还流油咋的？今天我让你心服口服，出来干啥呀？盘你。你别废话，我要盘他。不是，那你也别废话，我看他怎么盘我的。今天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他俩怎么能看见我们俩呀？你没隐身吗？你没隐身呢？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哪会呀？你不会法术啊？我会法语，嘚儿啪，嘚儿啊？啥意思啊？盘你？那一边的去！行，我不管你俩谁盘谁，怎么进来的？你俩要干啥？既然看到了，我也无所谓了。告诉你一下，我是财神。没事出来显个灵。那你是谁？财神爷。对了，因为跟谁聊呢啊？看他俩这装扮、样貌，那个衰样，像是咱请的财神。
但是两个财神，咱们信哪个呢？哎呀，当然信我这个了。哎，你要说这个我不爱听啊，那我还说要信我这个呢。我这年轻啊，我这个稳重，我这很清爽，我这个有包浆，我这颜色好像小龙虾，我这个身材好像烤地瓜。哎，要不然让他俩比试比试吧，谁好使就信谁。那不好使的呢？推出门去当门神。去当门神去，赶紧，谁先开始表演？我先来，女士优先。什么东西最难卖？你拿出来，哎，我帮你卖出去。我们家的东西就没有一样是好卖的。漂亮。哎呀，哎，自信。我这儿有这个单子，你自己。我来。可以。哦，好，这行啊，这行，这我有人啊，我给他卖了。这年头都得靠人脉，你看着啊，哎。哮天犬哦，宝贝儿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有十袋狗粮处理，你要不要啊？拿来。那狗能给自己买狗粮吗？哎，二郎啊，你买点狗粮吧。你别不买呀，这么抠呢？你看你家那哮天犬瘦的，那像狗似的。哎，你得买，对，买点儿，买十袋。哎，好嘞。大骨头味的，微辣，对吧？妥了。你还有没有？什么？你想买眼镜？你给我出难题呢是吧？你长了三只眼睛。好，那我给你定做一个，就这么定，必须买。不，你等一下子，你能不能换一个人霍霍呀？你这二郎神的工资也不高，你一个月花这点钱都买这个了。换一个。卷帘大将啊，我这边啊新进了一批卷帘门，卷帘大将，你只要买了卷帘门，我送你两袋大将，漂亮。卷帘大将果然买了两袋大将。嗯，你拿来。喂，找一下东海龙王。啊，龙王，你聋了？哎呀，正好我这有助听器呀，你把这玩意儿带上，我告诉你，听什么都清楚的。你信我的，你必须买一个。对，好嘞，耶！哇塞，我这跟看《西游记》似的。那赶紧发货呀！不对呀、啊。嗯。不是，这怎么送货呀？白活半天啊！打电话，二郎神、哮天犬啥的，合着一样没卖出去是吧？你看，我看了啊，你俩也别分高低了啊，一起出门当门神去，去吧。哎，走吧。干啥？你这小子，你尊重点我们神仙。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？还当门神，怕你呀？你选一下。你当左面的还是右面的？啥一边的？干啥呢？脾气这么暴躁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们两个堂堂财神，没让他俩发财的成啥了？传出去丢不丢神？关键咱俩认识的人，他也没有凡人呢。你就让我见到一个凡人，我都能把货全卖他。嗯，哎，凡人来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家谁上来干了？哎呀，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别动啊！哎，如果。我跟你说，咱俩是财神，你信不？这个我，别说话，不信你得信，要不盘你。哎，信了。你既然是硬信的话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我给你算算，你呀、啊，命里缺货呀，你必须得挑的。我来上货了。哎，来。你看这个，嗯，辣酱特别好吃。老千妈，这大妈是赌神吧？那吃赌神怎么还卖辣酱呢？别整个没用的，其实你最应该吃的就是这个奶糖，这奶糖是你命里边最缺的，一个叫大白免，一个叫全丝猴。哎，你要是不想吃奶糖的话，还有这个，饿了可以泡一碗面，味道特别好，康帅夫。不对呀、啊，他俩是山寨品牌呀，这是假货呀。我就是来退货的啊！哎，兄弟，过来啊！啊，你就是买酒那个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咱俩不是在网上都说清楚了吗？那你卖我假货，我怎么承诺你的？假一赔十啊！我给你寄了十一瓶酒啊！嗯，我做错了吗？哎，我不讲诚信了吗？哎呀，你反驳我呀？你 diss 我呀？我来干啥来了？我哎呀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给个五星好评啊！哎，我记呢，我记得。我怀疑他的智商已经过期了。姑娘，他
咋能骗人呢？我们没骗人啊，这也不是假货呀，我们就创新嘛，这是那个什么什么新研发的品牌。啥新研发品牌？你搁那地还怎么还可怜惜咋林黛玉啊？你这东西能吃吗？啊？能不能吃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尝那个糖。这糖像样啊，除了不甜没毛病。我尝尝这个辣酱啊。呀，甜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两位财神哥哥，哈哈哈哈，这个生活不易，想挣点钱，不就得想想办法吗？别给我来整这没用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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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等一下啊，商量个事儿。怪不得他俩发不了财呀、啊，整明白了，这是骗人的，这多缺德呀！咱俩必须得惩罚他，干他！兄弟，这么个事儿啊，马上过年了，你俩是不是缺钱呢？嗯，我使点法术啊，把你们的货都卖出去。你会法术，你不早说？废话，那法术必须得留到最后才能用。那开始、啊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来。杀！哎，快看，货全包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这些头像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？这个是妈妈，这个叫爸爸，这个是三姑、二姨、老舅。坏了，把这些东西全卖给自己亲戚了。完了，妈买了咱们假石油油吃会出问题的。老爷还买了根拐杖呢，这拐杖质量不行，会有危险的。哎，财神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个，这货不卖出去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家亲戚这假货。把假货卖给你们家，着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货到了消费者手中，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哎，好，你突然间这么一正义的说话，满满的正能量，搞得我有点不认识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呀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要凭着良心，踏踏实实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。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中间对得起空气，这样财自然来，福。我这口才我都想给自己上柱香啊。财神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卖假货了，以后一定本本分分做生意。好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一句话就啊，你不表示表示啊？怎么表示啊？发红包啊，过年了啊，没钱呢、啊、你问我呀，我准备了啊。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紧急集合，到。老板好，小心，别着，加个真唰，唰，唰，让一下，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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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大河之舞呗，跳踢踏呢？你不让我向下看齐吗？后边啥也没有，我得赶紧找个目标，我定个位，唰。小心，看，好嘞。老叔，一都到齐了吗？全体到齐。好的，来，全体都有。咱们玩够没？玩够没？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，你这全体是哪来的？不是，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，干脆你从今天开始给我改名，我就叫全体。行了，全体解散。把我拆吧了。别在这废话，干活去。帮我个忙呗。啊，我还得帮你个忙。那个。饭馆借我用两天呗，借你用？不咋的，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，还借你用两天，我干啥呀？我跟我媳妇俩呀，这两年都没见着了。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，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。我一直瞒着我媳妇，我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。我对了一个饭馆，对我的饭馆啊？对喽，你是老板呢？对喽。我跟你谈一下啊，好。为了不让你的媳妇儿把你的谎言揭穿，
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度过难关。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，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。我可以提供发票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就说行不行吧？别黏糊我，怎么还撒上娇了？这还？老板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几位？别几位，你回来回来，你越位了。咋的了？那个，来，这个是老板娘。谁老板的娘啊？什么老板？这我嫂子，你媳妇儿，不是那个，你嫂子，我媳妇儿。嫂子呀，哎呀，真漂亮，来的正好啊！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，我这饭店就保住了。保住了？我咋的了，老公啊？咱家这饭馆要黄啊！别巴巴的，你这过年大过年，什么玩意儿饭馆啊？多不吉利！你看这人气多么旺，人搁哪儿呢？不就我一个吗？那你能看见啊，嫂子？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。对对，我老公说的对啊，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。是，我吃两口。这位是啊，贾乃亮。这不重要。媳妇儿，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吧？装得漂亮吗？漂亮。嗯，老公，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。嗯，你看你在外打拼，开了饭馆，当了老板，哎呀，你还得亲自下厨。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，他就可相中我这衣服了。在家里我现在穿两天就穿两天，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，你说我脱了。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。对，老板你个老板样，你穿上吧。媳妇儿，来参观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。哎呀，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。是。你俩干啥呢？我没说你坐下，你站起来怎么的？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，摆不清位置啊。老公啊，哎，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，赚多少了？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？盖这，哎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个小亮啊，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？给你嫂子报一下。不多，报喜不报忧啊，不到一个亿。一。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，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？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，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？3200。怎么这么一点呢？今天才1号。对，一天就卖这么多哈，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。是，这我还低调来的吗？这老公啊，你可得好好干啊。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，那多傻呀。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，头脑简单。我认为这不重要。很重要，你先往旁边靠一靠。嫂子、你继续说。啊，我觉得小亮说的对，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。嫂子说的对，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。嫂子、你继续说，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呢？哎呀，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，他都说直接唾弃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这个饭馆啊，媳妇儿啊，想你啦，请你赶快来我这嘎。那个饿了吧，回炒菜去啊。哎，别呀。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，我还没吃过呢。小亮啊，你炒个菜我尝尝。不是你，我倒是敢炒，你也得敢尝啊。你他说啥？不是，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？啊，按他习惯。你在哪？你就说他点菜，你就说没有，卖没了，卖啥样？小亮啊，哎，来个溜肉段。溜肉段还有吗？溜的就是溜肉段啊。哎，肉段溜了。溜了。溜达去了。对，过年了嘛，都得回家看看他爸妈啥的。来个羊蝎子。羊蝎子。羊蝎子，羊歇了，歇了啊！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。是，你法定节假日休息天，要不然你初八来，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。那给我来个醉蟹。醉蟹，谢醉了。明白了，那螃蟹是不是喝多了？他没醒酒来不了啊。媳妇儿，这不过年了吗？人多菜少。你就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？那他会做啥呀？会做啥？你这得来一个了，你管管啥的？我老狠了，老狠了，手撕榨菜，手撕榨，你咋不手撕炸弹呢？你啊，就吃它了，来一个。
行，说。肉丝，榨菜。这个菜的特点呢，它就是方便，开袋即食。嗯。我今天就是啥也吃不着了呗。你要是想吃的话，嫂子，我到隔壁饭馆给你点回来。啊，就是说咱家饭馆不做餐。是，我们只做菜的搬运工。是不是耳熟？小贾啊，你在这上班不做菜，客人吃啥你上别地儿买。不，你这咋做的厨师啊？你这是中间商在这赚差价啊？老贾，你这老板咋当的呀？老板。干啥呢？差点露馅，干啥呢？这怎么谁老板呢？就上去就赢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总是以这个老板的身份自居。老板搁那儿呢，有事找他啊。哦，江山易主。哦，饭店转股了，过年添堵了，老板辛苦了。不是你们这是换员呢？收网费。啊，收网费，那你真是枉费了咱俩的一面之缘呐。多少钱？4500。这啥网这么贵啊？你跟密云水库拉来的渔网啊，这么贵啊？2年的网费。你两年网费，你是一点都没交我两年网费，怎么付啊？来，扫码。滴。玩呢？还配音了？你自己印钱多好玩啊！不是，关键我们这个小店我们也不用啊。你不用啊？啊，我的天哪，你不用网怎么刷抖音啊？你不刷抖音怎么领今天晚上9点的超大红包月？各位，这么大红包难得，得抢啊！各位定闹钟，我也定闹钟。大红包雨7点，不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9点，9点，9点，怎么参与？点击左上方超大红包雨的图标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仨是不是出来忘吃药了？怎么自己嗨起来干啥？还做点广告，红包雨干上来了。我想问一下，那红包最高能领多少？最高可得6666元。现金红包，太好了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赶紧把这钱我给你缴了，怎么好啊？这2年的网费我都抢回来了。好，来来，好嘞。慢走啊！过个好年啊！哎，腿麻了还是抽筋了？你咋不走呢？我是房东，来这儿收明年的房租，一共45万。小亮啊，咱们店里边咱店里没钱，可我卡里有钱。老公，你是老板，怎么能刷员工的钱呢？不是，我这兜里不是渴吗？你兜里渴呀？嗯，来，我滴。哎，别滴滴，你别叭叭了，我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老板，人家是老板。我可啥也没说啊，是气质出卖了我。我在心里唾弃你。贾冰啊，你为啥不跟我说句实话呢？我想跟你们说句实话，但我这么做是为啥呀？不是让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做得很好吗？让你们在家里过得舒坦一点吗？这咋的了？你在我这儿装啥呢？啊！来，咱妈给你织的毛衣，换上。你懂点事儿吧？咱妈的眼睛都花成啥样，你还让她织毛衣呀？再说我这毛衣不够用吗？我这毛衣都挺好的，挺好。你换上。别换，回家换上。我这里边穿的挺好，这外边这么一弄，你看啥也看不着了，是吧？你吃了都。
你一块儿，我一块儿。从今往后啊，这店就是咱俩的，我在，你就在，店在，家就在。好兄弟，什么玩意儿、啊？我说这哪还没走呢你啊？太感人了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，是不是我也需要表示点什么？可能把他整感动了，可能有意外收获啊！来，请开始你的表示。啥也别说了，这个房租我明天来收。你还是走吧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今年大家都不容易，这样房租明年给你俩减免两个月。这是仁义大哥呀！哎呀，大哥呀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个状态，我很容易就跟你拜把子。这样了，小子，不是。不是老贾，哎，我给你打下手，咱做几个家常菜，跟嫂子一起吃个团圆饭。你也别走了啊！你这减免这两个月房租够这饭钱了。咱们一起啊，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过大年。我们小区啊受疫情影响封控了，但作为小区的保安，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志愿者的队伍。但是我说完这句话没有掌声，好奇怪呀、啊！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。哎呀，你好，请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，配合测量体温。咋的？你瞅啥呀？瞅啥呀？出来溜达也不戴个口罩，还上蹿下跳了。回家去，回家去。贾哥，贾哥，哎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一只 cat。你是不是待这儿待着有点太无聊了？你实在无聊，你帮帮我吧。我帮你啥呀？你帮我去送个菜呗。我之前不就送菜的吗？后来你说看门无聊，完我才跟你换的吗？是我送不下去了，我现在。咋的了？送不下去了？我去了4栋302送菜，结果送了半个多小时，我才把菜送出去。他家是迷宫啊。不是迷宫，他花10块钱买3斤萝卜。啊。他问我，一斤萝卜多少钱呀？我说一斤萝卜3.33333的循环。那3斤萝卜多少钱呀？3斤萝卜9.99999的循环。不是你哥，你别循环了。我问一下了，怎么的？他问你这么多，他要干啥呀？他想让我找他钱。你拿啥找的？我拿脾气找的。拿脾气找能行？你不能跟他发火，咱工作态度不能这样啊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一上来，我3斤萝卜全部送给他了。嗯，没毛病啊。嗯，对，就得这么解决。是，你呢？你呀、啊，我给你也理解一下，人家是谁呀、啊嗯？那家是个退休的数学老师。对，你还给他提了个这么敏感的数字，他能不考你吗？你知道我是一个学舞蹈、学艺术的吗？我本身对这个数学就不是很敏感。你当时送菜的时候怎么没遇到这么多问题呢？你可拉倒吧，我送菜的时候比你送的邪乎啊！我也到这个数学老师他家我就送去了，送去还没说话，直接给我来个古老的数学题。什么题啊？鸡兔同笼。妈呀，他跟我说的是算法，我给他来了个做法。最后就大火收场，撒点葱花出锅了呗，叫我整饿了，菜就送出去了，那顺理成章了吗？我就遇不到这种事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去吧，行。哎呀，贾哥，哎，我有个事儿又想问问你了。你咋这么多事儿呢？还啥事儿啊？我待会儿去的是6栋403啊。我听说那边是个体育老师，你也知道我是学舞蹈的吗？不，这你就是。他待会儿给我问一个体育方面的知识，我估计我又答不上来，我又要花几个小时。这个事你问对人了。嗯，他家我也送过。你这样，你信我的，你拿个哑铃过去，他只要跟你提他是体育老师这个事儿、你就说我不信，然后你就把那哑铃拿出来，你就来先给我举500个试试。这招好使吗？绝对好使。嗯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当他举到第37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脱身了。不是。他不是体育老师，他什么体育老师？500个都举不了。他是退休的体育老师，今年73了。啊，行，
当他举到第38个的时候，体力基本上就被榨干了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明白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正事忘了。来来来来，怎么了？把这个拿着。这是啥呀？看不着啊。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呐。好是好，我都断奶20多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断奶20多年？给你喝的，你这哈喇子都下来了，不是给你喝的啊。那以前的奶粉跟现在奶粉就比不了了，这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呢，那是有机的奶粉呢，那配方还好呢。啊，简单点说，那就是高端，端高点看看。快吃吧，2壮407啊！明白，别让孩子断粮了啊。哭啥呀？李奶奶嫌我把她的狗给遛脏了。那狗在地上跑肯定得脏啊。我没让她在地上跑，我抱着她跑的。那李奶奶是不是嫌你脏啊？我抱时间长她还咬我。那是狗嫌你脏啊。那是把这个拿。哎呀，这大冷天的给我这副耳套，让我的心砰砰乱跳。你这稍安勿躁，这是小狗的鞋套。我也不想遛了。为啥不想遛了？每次遛完狗奶奶都不让走，知道我是学生乐的，非得跟我 PK 两手。 PK 了咋唱歌啊？接歌。那你就接呗。我不会接呀。他唱啥歌你不会接呀？他唱的是啊啊哦。接哦你接不上来了啊。哦哦哦呀，哎，怎么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！这李奶奶肯定也接不上来。李奶奶接不上啊？那你就替李奶继续接，你显摆显摆呀。那 A 怎么接呀？哎呀，我说命，主要听那个颤音。命运啊，就给他留个啊。李奶没法接，他就往回接，他还得唱啊哦哦呀哎。好了，哥，我明白了。嗯，你这是给李奶奶唱了个圈儿啊。就这件事让李奶奶至少得烦2-3天啊。没等他反应明白呢，我们小区解封了。真是那个啊，哥。你干什么去？去干点什么去？这话说的给我憋住了。隔离呢？不能出去，老弟。不是，我就到门口租房中介。这隔离你到租房中介，你要换房啊？对，我受创伤了。谁创的？跟我合租那情侣。跟你合租的创，搁屋里创的啊？不是，那你这体格，你还一对情，你再来俩你也得给他弹出去啊。精神创伤，那对情侣每天喂我狗粮。吃狗粮不行，那玩意儿不消化呀。你吃过呀？我吃过，上次我嚼两粒放嘴里也不甜不，我跟老美食的我呀。他的意思是他自己是单身，被合作的情侣刺激了啊。搞对象的事儿啊，那搞对象怕啥？搞对象你别着，你也搞呗，搞个对象不就完了？咱差啥呀？你看你这个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身子，你看那个长相，哎呀，老弟啊。你那得支持我们小区的工作啊，别徘徊，别彷徨，把单身的狗粮变成爱情的胶囊，带到解封时展开翅膀，寻找你自己的新娘。我行吗？我你呀、啊？啊，前提是得减减脂肪。嗯，行，那我现在回去，断糖，你还得把那狗粮也断了啊。行了，哥、啊，我也回去跟李奶奶接歌去了。调别起太高啊。好的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？一会儿外面要来个男的，请您帮我跟他说句话。好，我说什么话？我要和他分手。哎，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其次我不太需要你这份信任。不，你俩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不志愿者吗？我是志愿者，但你俩的事儿别跟我往里扯。我感觉他干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了？别提了。我刷短视频看到一个男的每天在外面喝酒，家也不回，老婆孩子都不管，我怕以后过上他那样的日子，所以说我下定决心必须分手。你不刷短视频会不会好点呢？这是我写给他的信，一会儿请你帮我拿给他。丹丹丹丹丹丹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呢？我不想听你的声音。
丹丹，我是不会变成短视频里那样子的。我不想听你的解释，你有什么跟他说就行。他是谁？志愿者。第三者？志愿者。你耳朵啥时候还瞎了？你这啥玩意儿？把我写给他的信念给他听。滚。咋骂人呢？他就写一个字儿。丹丹，你看，我都给你写了保证书了，把你保证书都拿回去吧。你这保证都出书了。丹丹，我保证。我也保证。你保证啥呀？我保证马上就回来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让我出去一下。哎呀，你就别跟他添乱了，隔壁老王大爷。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我们小区刚修的两个雕像吧？他们的名字叫渴望吧？渴望啥？不是，你咋看出来的呢？这个渴望进来，这个渴望出去。哎。人家是情侣隔离老见不面，激闹了俩人家不高兴了，闹情绪要分手的。哎呦，年轻人吵架解决什么呀？到我这个岁数了，想吵都吵不起来了。你回去吧，明天给我带点好吃的。我会的。要哄我。我会的。要等我。我会的。要爱我。我会的。请问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放弃他是我永远不会的。哎，那撒楞的吧，这是干这家拉出线来等我剪彩呢，搁这呀？有什么你不会的？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哎，我就想出去啊，跳个广场舞消磨一下时间。那你就搁院里跳呗，搁小区里跳吧，你嘚瑟啥呀？我在小广场跳了一首还被举报了。你音乐太大，说你扰民。后来我戴耳机跳也被举报了。他说你渗人，因为没有音乐你跟他光比划，以为你摸了电门呢。后来我尝试跟视频跳，结果舞伴都全跑掉。哎呀，结果没有办法，你知道，我的心里非常失落，这是我晚年生活唯一的一点快乐呀。大爷，咱别说了，如果你瞧得起我的话，我陪你跳。你是想让我把广场舞给戒掉啊？啥玩意儿戒掉？你这叫啥话？你这是？哥。哥。哥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所有菜都送出去了。哎呀你好你好。你是不是偷喝我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了？不可能啊，没喝。个怎么长高了啊？变的。全国销量领先的，不能喝，喝完长1米9咋整 好，这样啊，你来正好，你呀 不是学跳舞的，以后呢你就别送菜了，你就教大爷呀跳新的广场舞。你不是学唱歌的吗？你以后啊别遛狗了，你就教大爷唱新的广场舞舞曲儿啊，让他开心就好，行不行？好，那些活谁干呢？我干的，我替你俩干的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通知小区的老头老太太组织一个舞蹈队。不，等会儿，哎呦，这特殊期间，你就尽量别聚集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这样，我想了个办法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啊不是被隔离了吗？但是我们小区不缺吃也不缺喝，他们都是学艺术的，我想着让他们找点人给咱们搞一个文艺晚会，大家在家里看乐呵乐呵，行不行？行也太好了，我通知小区的老头老太太啊，赶紧回家到阳台去看现场直播。对了，这样啊，咱们呢一天到晚就是乐，啥事别往心里搁，生活还得往前看，日子越过越洒脱。我是到这个园区来应聘的，这咋还有人鼓掌呢？这咋还有人尖叫呢？这咋还有人拍照呢？呀，这咋还来电话了呢？这是，哎，老板呢？啊，我到了。哎呦，我马上就进屋啊。练啥功呢你？
小贾。正是在下。哇，90年的。我确实是90年参加工作的。可以，录取了。来，不是你这录取分数线这么低吗？什么意思？不干啊？不是不干，不是不干，我这有点我吓一跳。好吧，老板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完成一个当一个摄影师的使命。不用，你就不要在这个使命上使劲了，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套餐上套路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个地方不仅要拍照片，还要推套餐。这不金快门吗？啊，你让我去推套餐，那不成金拱门了吗？你这个属于什么？属于癞蛤蟆跳井，不懂呀。我认为老板啊，我们摄影工作室就应该拍好人像。不用不用，你只要拍得像人就行了。什么话？要求很简单，我们、这个、老板，你该开会去了。我先开会啊！此时此刻正式上班，谢谢老板，加油！哎，这硬配硬的，太顺当了。也是哈，我这人确实，你说拍什么人像都不像人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好，拍个照片，相亲用的，帮我拍的帅一点啊，来吧。我还是想办法帮你拍的像一点吧。像谁？不是相亲嘛，像、来笑一下，不像，还别笑，也不像，来大笑，丢去。吓我一跳，来往右转，往右往右转，来抬下巴颏，抬下巴颏，抬下，对对，皱眉头，皱眉，往左转，往左，往再往左，往左转，这哪个角度也不像啊，这给我难住了，这个。小姐啊，那个套餐啊，那个老板你看啊，你看你就这一堆一块的往这放，你说这什么套餐能把它套上？这不熊猫吗？我让你拍它。不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俩是一个。相机卡住了，赶紧拍啊！没什么呀，那个相机没卡，但兄弟你看你这个照片啊，用来相亲是吧？啊，注定孤独终老。这对象还没搞呢，咋就老了呢？要想把对象娶回家，你得再交个1800。什么？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啊！不是我跟你吹，我啥当没上过？哪个当上的不漂亮？你是想让我买套餐吧？必须得买套餐，我必须靠颜值征服他。我必须用锦旗感谢你。杨老师。哎，你就是我的大恩人。没有没有，套餐太给力啊，照片就得 P 呀、啊。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有对象了。他是个馍，是个馍馒头啊，嫩馍，在维多利三亚走秀的那个。哇，恭喜恭喜！啥也不说了，感恩套餐。感恩 P 图，感恩为我改头换面的杨老师。我说这照片咋 P 的？这雷 P 的啊！收下我的敬意，客气。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，过了年就领证，3月份就办席，都来我家吃流水席。好。哎，问一下，你俩见面了吗？还没见面呢。千万别见面啊！老板啊，我现在要是办，明年3月份也能领证吗？不用等明年，今年就可以。那赶紧搞啊！来，科技部上活。OK。看看，老板，那个在哪交钱呢？前台在后面，去吧啊！好嘞，1800。老板。我能说两句吗？你说，你这就披这几根头发就1800呀？咋了？那你花25买个拖把顶他脑袋上，显得头发还厚，那多好。想不想干了？想干。推套餐。推套餐。啊？咋推？低调。
笑点儿。大伙套餐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好，买个套餐吧。咋的，改饭店了？不是，我说这摄影项目单。嗯，我们是来拍结婚照的。嗯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。啊，我觉得呢，咱们得选一个性价比高的。嗯，咱们就来这个基础款。为什么？这基础款它有好多款式可以选。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？来，主要是啥呢？你看啊，这都西瓜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才反应过来。不是，这怎么就对不起了？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两位送上我的祝福，我很抱歉。哎呀，老板您太客气了。这太客气了，你。我真的不是客气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两位是，对，第一次结婚，都是第一次哈。你这太不会说话了，反正我是第一次。结婚照很重要，不能随便拍两张。我给两位推荐一下，来。看一下我们工作室最新推出的婚姻旅行套餐。妈呀，埃及、罗马，哎呀，蹦珠、法国，妈呀，塔！你都啥时候整的这玩意儿？这套餐多少钱？3万。不是你这是套餐呢，你还搁这套现呢你啊？如果同意的话，喜欢的话，我再加送一张，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个套餐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个套餐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么定了。你是定了，我怎么感觉他绿了呢？不行了啊，这人补我呀，这补我情况下，反应过来了，能不能打个折？哎呦我的妈！买了这个套餐我就打折，我不仅打折，我还送啊。给你们送一个新婚大礼，这可是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呐！喜欢哈，等两位有了孩子之后，随时到我们店里兑换，我先帮你们存起来。你怎么这么抠呢？你今天就让人家把这个奶粉拎走就完了呗？你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，就呱就给孩子给捉上，就要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，有机食品更健康。你今天呢，如果能让他把这个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拿走，你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拿走他套餐里的什么套？你要叫他走了。谢谢大哥，走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记住啊，这可是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的。记住了。呀呀呀！喂呀呀呀！我要疯了！我要怎么的了？一个套餐没有卖出去，我还搭一箱奶粉，你不得给人家吗？你看。冲你这个工作表现，你别干了，那走。不，你跟谁俩呢？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？你这是啥服务态度啊？拍照的意义是什么？是留住美好的瞬间。你可倒好，整个你别学我。你可倒好，你这整个破套餐又整个什么 PS？ 你这不唬人的吗？你呀，把我们整个摄影界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这么要脸哈？来，外面都是脸，街上找脸去。来，请我的脸。依然在我脸上，而你的脸已经不知了去向。出去找你。你跟谁？问一下，咱这儿拍照片吗？拍，大爷，我们这儿不仅拍照片啊，还拍套餐。哎呀，套不套餐的我不管啊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有一张照片啊，我不在里头，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到里头？完了。哎呦，我们不仅可以把你放进去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，感觉就是你和他们同时一起拍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不要着急叫好，你有没有劳保？有。这个套餐可能得花点钱。多少钱呢？怎么也得1-2000吧。1-2000。行吗？我当初拍照的时候1-2000，现在是1-2000了。行，那就花点吧。等会儿我让我老伴儿把钱送来。可以，等会儿那我们就先拍。他老伴儿送的，我们就拍。咱们说不说？你还有点底线了你？哎呀，爸呀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个比较不错的摄影师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拍，我不要钱。哎，不用，该多少就多少，难得奢侈一回嘛。再说了，这张照片对我很重要。
这店里的相机。大爷，转到隔壁拍，我请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店里的相机它是拍套餐的。我这个相机拍良心的。大爷，我来帮你拍，我也不要钱。行了，老板呐，你在我心里边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我继续给你打工，我来拍，你拍。准备吧，大爷。好。哎呀，来了，准备准备了啊！把你当年的工作服都给穿来了啊！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别说。我一穿上它，我就想唱歌嘞，想唱就唱，好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。